遲咗少少啊！點解咧？就係啱啱咧又掛住扶啲阿婆過馬路啊，扶耐咗，所以遲咗少少咁咯。今日特登約我嚟呢個新商場，有啲咩搞啊？誒，邊行邊講啦，見到咁興。咦喂，乜原來呢度開咗間新開嘅運動電競館 AME Stadium 啊？唔講咁多咯，即刻入去試下先啊！一嚟到新加坡咧，梗係咧開翻個會員先嘅啦。哇，影翻張靚仔相先，擺個靚 pose， 三二一，非常之俊俏啊！跟住下一步咧，你知唔知道會發生啲咩有趣嘢呢？噔噔噔噔，就是一个 3D 人仔出咗嚟啦！呢一个开新会员嘅方式咧，就几嘥爆啊！将唔同发型俾你拣啊！至于咧呢个人仔有咩用，你睇埋条片跟住落嚟，你咪会知啦。好啦，拣完发型之后咧，再输入埋一啲个人嘅简单资料咧，咁啊搞掂，系时候试下啲新游戏咯，喂！呢条手带会计住你嘅心跳啦，同埋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嘅。好啦，第一个我哋要挑战嘅游戏咧就系拳击啊！戴即系玩之前啊，梗系戴翻个手套啊，跟住咧再加埋嗰个拳套嘅，戴翻个红色拳套先啦，打拳呢啲嘢对我嚟讲 easy 执啦，睇住我一拳打到入 ICU 都仲得。Go， 三二一 ，level one， 啪，轻松冇难度啦呢啲，level two 咯，唔太快。勁過北斗喎，俾你 level three 啦已經，係嘛？哇，越嚟越快喎，真係有啲，而家開始要認真少少。哇 ，circle 出袋 ，level four 啦。有實際，哇！開始有啲講真，我出咗一秒一百拳，勁過天馬流星拳。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哇！下下四拳。我開始攰，講真，冇關味啊！喂，大佬，喂，你冇識得？聽講呢個最後一關，哇，五拳大佬，太輕跳啊！開頭嗰個流力。我九百年了，太多了，我打，三百六十分，应该是目前我估是这个擂台入边最高分数了，系嘛？啊！你都跟住嘅，好咩？
咁而家咧就正式挑战一啲奥运嘅模拟赛道咧，真系点啊？来吧！好啦，咁样照咁玩，嗰啲棍咁快咁密，有可能咩？好，接得过去。哇！好，有一分啦！后腰又飞快，腰已经界。啊！水死個紫水角個鼻波大啊！揾路啊，快！萬人做快，讚做我的偉大，又美快，點解？啊！水死個紫水角個鼻波大，哇！呢個咧玩完我一條腰啊，大髀啊，都非常之舒服。右左就嚟到终点啊！我咪过路啦，成功过路关啊！算系咁啦，第一次滑雪，居然都可以挨到去终点，都算系咁。好啦，咁咧啱啱咧就试咗我人生第一次嘅模拟滑雪啦，我嘅感觉系都几过瘾嘅，即系你。佢用機器咧，就覺得好似點講好呢，好似你覺得自己只腳好似機械人裝機械人裝置咁向右扭啊，咁又喐蕩向左扭啊，上左邊個感覺咧就係點講喺個平地度滑下滑下咧，我都覺得係幾過癮嘅。同埋咧就比想象中攰喎，即係初時我係諗啦，話滑雪咪一踎低垂落去有幾大運動量啊，即係同埋。正常滑雪就有兩支杆撐住，可能咁樣一路撐下撐下好攰。但係而家咧，我就咁淨係用大髀咁左右扭動咧，我而家大髀都覺得好酸，都係有啲同埋用到少少腰力咧。我唔知道係咪我用錯力，但係整體感覺咧，我都覺得係幾好玩嘅，即係暗暗地咧影住個大熒幕有雪地咧，我就覺得幾好 feel。同埋我自己覺得我嘅領悟力都相當之高啊！估唔到第一次學滑雪，學咗幾分鐘咧都可以完成到個賽道咧，都算係咁噶啦。睇下啲姿勢先啊，咁樣踩就滑都有啲動力嘅。OK， 但係應該冇問題，我可以開始啊。好，嚟啦！哇！呢度喺香港嘅街道啊，好即刻過去食啲麥老師有個。而家暫時我係第幾名啊？第一啊 ，position 嘅加速先。朋友美擺飄如境界，不想醒目之想感覺被放大。哇！啱啱爆完一輪之後。腳都酸啊，大佬！因為我覺得就係即係耳熟能詳啦，都係自己香港地區，係嘛？跑起上嚟咧，你就會，如果你熟悉地形嘅話，揸開車咧，咁你又會有優勢，因為你知道幾時轉彎，可以喺內檔度跑。再加速，超加速！哇！放曬煙花贏咗啦！大哥，你幾時會攞單車冠軍啊？就在今天啊！老爺，哇！係呢個冠軍個樣咁熟，口面咁靚仔嘅，就係我啱啱整嘅頭像啦！而家咧就要玩呢個蛙艇機啊！咁咧呢個蛙艇機咧特別之處咧就係 VR 嚟玩嘅，咁咧佢嘅賽道咧就係維港嘅景色啊！維港好靚，維港好靚啦啦啦！我即刻玩下啦！咁啊佢玩法咧都有啲特別嘅，唔係單純用盲力嘅，都要自取嘅，食下道具咁啊！即刻嚟啦！哇！喂，我落後緊啊！哇！玩咁多個遊戲，呢個最攰。好鬼攰啊！隻手要點解第三名到？有27、25。到終點。哇！哇！
哇，攰到咧，即系去到一开头中段，可能我都仲有啲妄想系有机会咧入到三甲，即系去到后期咧，你就知道根本劲超劲，跟住你系无论我去到后面咧，用几尽嘅力咧，你会 feel 到已经系攰到黐线啊！你冇办法，一开头你都仲可以系咁拉，系咁拉。后期嘅时候咧，你已经系冇力啊，手软脚软，成身嘅肌肉都要用啊，脚又要啦，因为你后期手已经冇力啊，借力攞脚夹硬喺度踩，最后搏尽命都只能够攞世界第四都算系咁。哇，呢个仲会记录低心跳，肯定爆晒数字。三二一。Oppa Gangnam Style.气咁大，即系我谂住骑马系应该只马攰啊！我喺千六米嗰阵时已经攰到非常之攰啦，攰到抽筋。咁我觉得呢个骑马 game 最好玩嘅地方咧，除咗你话好有速度感之外咧，第二咧就系个画面都几靓嘅。咁你喺香港个夜空嗰个马场嗰度咧，咁你四围望咧，再加上有少少速度感啊，见到啲高楼大厦咧，你又会觉得好爽快。有慢馬奔騰的感覺咯，我就覺得幾好玩嘅，我中意玩呢個賽馬。係時候咧回顧下今日玩遊戲嘅成績啦，只要去官網嗰度咧，然後 log in 翻自己個 account， 咁咧你可以睇到啦。哇，係玩得幾勁喎，真係消耗咗好多卡路里啊！仲有啊，我哋玩遊戲啲成績咧，仲可以計落積分度，可以換禮物嘅。好啦，大家睇完我玩之后咧，系咪都好想一齐参加、一齐做下运动呢？咁就啱啦！嚟紧咧，我哋 AME Stadium 咧就有个活动喎，由即日起咧，只要嚟呢一度咧挑战任何一种游戏，登上排行榜第一位嘅话咧，你就有机会咧参加呢一个单个嘅运动会啊，就可以同我一齐挑战做下运动 battle 下，睇下边个劲啲嘅，快啲嚟参加啦！等紧你啊，强身健体。Yeah.